8月18日，姜若琳出席商场活动。如今常驻内地拍剧的姜若琳难得回港，心情甚佳。而她主演的新版《花木兰》《巾帼大将军》近日也登上卫视，剧中姜若琳不少裸浴性感镜头成为热门话题。难道现在的剧集真的只能以肉戏来吸引观众了吗？不是，因为之前那个电视剧里面是一个像以前替父从军的一些题材，那些题材一定少不了有一些裸背，然后裹胸，然后在那个池里面偷偷洗澡的一些戏份都是有的。我觉得观众应该只会限于我裸背吧，那裸前就算了吧。对啊，我们留给一些比较好条件的人。哪怕只有区区裸背，据闻片中两大男主角陈思诚和袁弘都被电得不轻。同时与两大帅哥传绯闻，姜若琳更青睐哪一个呢？他们俩太帅了，我觉得就是他们太帅了，只能供欣赏吧。然后做朋友做兄弟很好，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是一个平凡然后普通的人家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也是很踏实的一个人，所以我觉得那样会让我有安全感一点。姜若琳还透露曾对自己许下多个结婚诺言，但都一一未能兑现，所以当下决定感情真事皆随缘，希望即将到来的30岁能够成事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